我们现在感觉起来我们越来越厉害了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很快哦。再来讨论这个，我们靠马哥哦。秒解安全带，秒解安全带，安解做这马哥是秒脱安全套，试试看。一秒，啪！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讲，各位，这有语病，语病吗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这种年纪基本上不会啪，不会啪，一定是很紧张的啪。我们都是。有时候坐半天哦，不是第二了吗？怕吧你们，怕吧。好，会怕就好，够快了吗？福子。秒解安全带是来来来，还是哪个国家？哦，欸、是韩国，韩国吗？对，是韩国。就是去韩国的时候，就会坐到那个韩国的飞机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跟我老公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，就大家降落，然后大家都就准备要解开安全带，然后就很快就是要动作的时候，我老公就吓一跳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？你是不是飞机发生什么事？然后因为我在旁边也是在解开安全带，准备要把那行李箱拿下来。他说：“我们是不是要灾难了吗？就是要去逃跑了吗？”他就很紧张，要逃命的感觉。对，台湾人他不习惯，发生以为发生意外，那个轮胎一落地，啪，大家都破。这个就是习惯，就代表他们韩国人很急。真的韩国人真的很急，因为像唱歌的时候啊，我有去一堆韩国人去唱歌，然后去唱歌的时候，他们会把那个中间的间奏就是快转，然后就不停都快转，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干嘛要快转，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有限定时间嘛，比如说一个小时，一定要想要唱多一点，所以他们人家在唱歌的时候中间都把我快转。这样子，不是大家都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唱歌就只唱一段啊，不要后半段就够了，都不要讲啊，然后就听到分数全部都卡掉啊，为什么要听？所以那种感动的歌的时候啊，那是快转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感觉，所以我就真的去唱歌就很有压力。急到这个程度吗？都这么快是不是？烤肉是不是也很快呢？应该是说我真的很受不了跟台湾朋友去吃烤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烤肉呢，就是一片烤完吃完再烤一片，韩国就是肉来了，全部都是我要回，对，一次搞定全部，然后就开始烤。没有，因为韩国不是有那种韩国肉片吗？所以他每次都是一坨腌好的放下去之后，还要开始拿，就开始对啊，在那边扫啊，没错，开啊，炒，对，要炒，对啊。那像我们很在意这个，像我们反而会觉得在台湾烤肉会压力很大。因为你没有，你要一直烤，你没有办法，就是烤一次，然后好好吃，你要一直都在那里，就是边烤，所以都没办法聊天，或者我眼睛一直要看着那个烤肉架，一直在往上。子龙，那通常是你去那烤肉店都是没有包厢的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包厢，对，有包厢，有专人服务，专人服务。我是，他们都会包。对，好，我是宜兰人，我们都在户外烤。还要再点什么？对，这个熟度刚好。哇 ，VIP，VIP，VIP， 没错。我最要讲就是消费行情，都还会有中间，前面还有几个，对啊。Sorry， 你们比较高级。对，不然你可以作罢，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，我们要成功的羞辱意大利人啊！15秒，我的粥还没吃完，到底有多快？好，我们好，再来讨论下一条，来来来，这个厉害了，喝酒超神速啊！喝酒，日本像日本有可能，感觉是日本。请解答，到底是谁？家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假的，我们真的是先不要贴好了，因为不一定是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像要是吗？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就可能没有别的事情做嘛，所以我们下课下班都是会去喝酒嘛。然后我来到台湾，我觉得很不习惯，因为我发现年轻人不太会喝酒，就我还是跟年轻的朋友们聊。可能，起来吃饭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最会喝酒了，在这边那里老中少没有一个等一下，台湾人不会喝酒，等一下喝酒，会喝下，会要下。重点是我讲的是年轻人呐，年轻人呐，我说年轻人呐，喝到已经跪到地上了。重点他一直讲说年轻人，年轻人啊，他说他是老人，一样哈，一样有这个主题哈。把名单先给他们看一下，不然他们乱胡乱。对，跟我说喝酒很快，
观众面前耍大刀。你说你们加拿大，那平均如果一个晚上大概你会喝几杯啤酒？我觉得很，就是经常是一个小时以内喝十杯啤酒这样。好，你说的是把啤酒放在下杯里面吗？屁嘞，我们下杯十杯下，真的吗？十杯下，可以大杯小杯，这个会吵得没完没了。不然就是现场 PK。哎呦，对吧？我们只要看速度就好，速度速度，看谁最会喝。派出我们台湾的下杯王，左右开左右下杯王，马哥，嘿，左右开弓，加油！好，来，有请泰勒，两位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马哥你要用吸管了，哎，为什么呢？有这个战略有什么样？因为那个亚洲病。好烂，你前面讲这么厉害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曾经喝可乐赢得了一张郭富城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门票。哦，什么嘞？因为就拉环拉中了嘛。不是拉环，不然是什么？是真的喝，是真的真的比赛是不是？插吸管可以哦，插吸管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吸管很他插管让你哦，他插管让你插吸管，插吸管，插吸管，来，两位准备好了，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哇！先猜一下，好快哦！吸管可以，好强哦！你下，不行，缺一件，对啊，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啊。我觉得你选择专业哦，我觉得你马可乐还是遥控器的事情。我跟各位讲，我跟你讲，你我吐的时间呢，都比你喝的时间长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以前我在做酒吧，太厉害了。喝的时候，哇，一大堆人敬你。麻烦了，有时候是十几个人围着马哥，然后拿下杯给他，然后又是跟老大喝，要怎么办？你还不敢说站着说，哎，对，你还要这样稍微有点屈膝，对对对，左边右边都有人敬你这样子，什么情况？他一直请他哦，他就一直这样。好，你们是在为什么工作？这个什么情况？下次啦，下次再来，再练两年。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马哥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来看看下一点啊，是来了，走路必须要一心二用，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嘞？是转世改动啊，都是一心二用啊。我觉得台湾也蛮常这样，这是韩国，我觉得你觉得是韩国泰勒，因为我去韩国的时候，大家都走得很快，然后他就会很不耐烦，因为我是观光客嘛，我可能也要先停一下，看一下怎么走。对啊，可是后面的人都是会一直会。很快很快，然后转到我说巴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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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然后我巴黎巴黎走啊，好可怕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巴黎巴黎，对，真的好像是会是韩国哎，因为巴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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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网络上面都是大家一边走，哒哒哒，嗯嗯嗯，宣传了，是宣传了，那个那是抖音啊，哎，很会啊，一边走一边在那边。谁会这样子？每个人都不会听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是不是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不是韩国吗？好，日本哦，日本，日本，哎呦，日本，一心二用哦。日本真的是走路很快，不觉得吗？是啊，走路超快，真的很快，大家都真的很像机器人一样，啪啪啪啪啪这样走路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是要看什么，就是不一定是一直都是很快，但是走路是很快的，因为我们是工作绝对不可以迟到的，不像台湾可以迟到。哦嗯，台湾也不迟到，讲这样，台湾也不迟到，对啊，我们更不会早退啊。日本是迟到，真的就是死掉了，这真的不行，绝对的，公司绝对不可以迟到，不可以原谅，对不起，绝对不能原谅，你怎么跪在那边都不行。因为我的朋友有一次因为快来不及了，他上班，然后他就是一边刷牙一边到那个车站才漱口。真的是这样子走路哦，像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，早上我会看到有一边开车，然后有一边在吃拉面的上班族，因为真的早上绝对不可以迟到，因为有那个守时那个时间的那个观念嘛，所以会让我们压力很大，所以我们走路就很习惯，就变得很快很快。所以我在台湾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走路就很像乌龟一样，但是我走路一个人就不这样，所以我最讨厌是在中间的人。
在日本走路好像不能停下来，就是在台湾不是有人那样走路，然后比如说他走走走，然后突然停下来了，对，对，我真的。对啊，之前这样撞，就会撞到这样子。对啊，我就每次就这样，我就觉得很讨厌。不要说走路，连骑摩托车也是啊，骑到一半就停，就停在路灯中间，然后看一下。对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下一条，来，说话速度等于饶舌哦，这么快啊？哎呦，哪一个？我觉得应该是五羊，因为到现在没有讲到话，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猜对的，猜对的，哎，真的，来。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认为不快，可是应该各个国家都觉得我们讲得很快，那我们就相信就是快嘛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讲话的速度其实有时候会忘词或是怎么样，是因为我要想办法比自己讲得很慢才对的。哦，因为我平常讲话会讲得比现在快最少三四倍。是，哇，三四倍哦。那用你的母语讲话的时候会不会？对啊，跟人家聊天大概速度来说一下，应该不是我的母语，应该是说因为我们葡萄牙语的字都比较长，那你们都比较短嘛，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讲话，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讲的速度大概这个样子。哎呦，可是他是比较偏，感觉他讲话快，因为他不经过大脑。有，还是说大脑？不不，先讲，他脑袋其实都没在想，反正我就先讲，所以很容易惹祸上身。像我这种反应快的，是真的快了。像我算数超快，你知道吗？我任何两位数的那个乘法，你考我会马上算给你。真的吗？你现在考算数，我来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两位数的，你考我。确定哦。两位数的都可以。11到99，然后你数考我数，我数乘给你。10×10=100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考难一点，说明真的好厉害。我是认真，你们赶快啊！你们同时拿计算机算。35×47。464。你算，算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35×447是不是？结尾吧。哦，对，因为我算很快，但我不一定对啊。够快啊！乱算。你相信你的算？这个梗很烂，但是很好。超烂的。我算得快，但我没有说对啊，对啊，合理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天综合台。同学来了，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实际的理由。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？没关系，绿媒不报的，中天来报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